いよいよジェリー独占インタビュー開始です。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中国8月15号就已经播你最新的一个就是电视剧，就是最佳前男友，对，那么元カレ，元カレ，对，那么因为这个电视剧呢，我们这个 DATV 今年呢冬天吧，在日本也要播，已经决定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很想知道，这是一个，你可以简单的讲一讲，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啊？你为什么会接拍这样的一部戏呢？这个电视剧呢？主要其实应该还是因为这样的角色，之前比较没有电视剧有这样的角色嘛，通常都是男女主角，然后很少讲到说是前男友，然后把女友追回来，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剧本。然后当然看完剧本，我自己也蛮有一些感触跟感觉的，所以就觉得很想要尝试看看啊，看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演剧。因为你上一个电视剧就是《恋恋不忘》里面，你是演一个父亲嘛？嗯。那么这次你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次演的就是一个小孩子。演一个变成小孩子了。对，这次就是演一个小孩子，因为他实际年龄是好像28到30岁吧？他那时候剧本设定是在这个年龄。对。然后对我来讲很特别啊，因为要穿很多以前比较没有穿的衣服，而且很多衣服可其实对我来讲都很年轻。对，我们都知道，而且你在里面演这个角色啊，要穿很多非常时尚的这些服装，都是一个亮点。对。那我们想知道你怎么样去诠释这个角色，下了一些什么功夫呢？去演好这个角色，诠释这个角色。其实那时候重点应该在他是服装师吧，所以就是，在服装造型上，这次自己也有就是找服装师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去可能日本啊、韩国啊找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衣服。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有出国这样子去为了角色准备衣服，所以那个过程对我来讲还蛮新鲜的。因为你要穿嘛，穿戴这些比较时尚的服装。对。那你在穿演的时候会特别留意一些什么样，意识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意识到像我，比如平常我其实不太会戴啊，比如说戒指啊什么的。那我这次因为这样，我就好像注意到像就是一些首饰啊、帽子啊，那个就是还蛮凸显那个角色的一些特性的，包括穿的衣服，我有穿到那种就是。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地毯，就完全没有手，然后整个是盖住。刚开始穿我就很不习惯，后来觉得其实还蛮对我来讲还蛮新鲜的。是。那么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次呢是没有配音的，就是你直接自己讲这些对白，所以对这些粉丝来说呢，又看到你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他们会很高兴啊。那么所以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戏，这个电视剧，你比较推荐？哪些个场面啊、戏啊，或者是对白，你觉得留给你印象很深，值得推荐，介绍他们要看。他有一个 slogan 讲得很好，就是说，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间遇上。那我觉得他这个 slogan 其实还蛮好的。其实有时候我们曾经遇到一些我们喜欢的人，但可能到最后两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在一起，那也不代表可能不好，谁不好或怎么样，只是说可能有时候彼此都需要一点空间或时间变更成熟，然后两个人一起成长，可能之后两个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那样子的感觉其实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就是发现这个戏里面这次演这个角色也可以说是叫什么三高啊，就是说高个子，身材很高，然后高学历，然后呢又是高收入，那么而且呢就是可以两次去爱上同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女生吧。对，那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电视剧的这个题目，就是说最佳前男友，对不对？那么你认为怎么样的这个男生才算是最佳前男友呢？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类型的人？应该说就是为了对方，然后想要一直努力的想要变得更好吧。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嘛，就是有时候每个人
我们生下来的环境条件，我们可能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有时候我们唯一能够改变的是，我们对人的方式，我们跟人相处的，跟人相处的态度。就我觉得有些可能有时候我们认识的异性，不管是男生女生，可能一开始可能不够成熟，不够没有那么体贴，可能没有那么懂事。但是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我们因为想要为了对方更好，我们一直努力在改变，然后一直不断在进步。那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最珍贵的，不是跟你在一起的人这个人好不好，最珍贵的是你跟他在一起这个过程里面，他为你做了多少事情，是你从来没有在生命中遇到另外一个人，他这么努力的想要为你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两个人一起成长的那个感觉，其实是最棒的。也就是一段时间嘛，对不对？是。那么我们听说在中国就是要播这个电视剧，就是举办了一些一个活动嘛。对。那么有报道说你在工作说也想很快找到一个对象，希望可以结婚。那么我们想知道，你算是属于那种怎么说，一坠入爱河便很想结婚的这种类型吗？他们想问。其实我觉得感情那种事情有，但也没有什么答案吧。有时候你遇到了很爱了，你就突然就你就会很想要做一些疯狂冲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吧。对，这是可能性，不是说要假定的。ここからはジェリーの仕事感や将来の希望について伺いました。是要想做啊，很想做来日本，要去什么地方。特别的事情哦，对，这几天特别的事情，对，会想走走啊，因为就是之前来横滨或者是大阪，然后都是来匆匆嘛，然后其实会希望说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走走看看。现在其实会希望就是除了工作，然后家人朋友，然后可能还有自己，可能还有在学习一些上课的东西，其实还是希望说有一些生活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本身想要当一个好的演员嘛。我曾经那时候就听一个很棒的演员，他就分享，他说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就是只有工作，你的表演会失色很多，因为你没有办法有很多从生活当中的体悟啊，或者你的经验去在你的表演上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多一点生活，让自己在以后在表演的时候可以有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一些情绪，一些经验，一些情绪。这次来日本其实也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嘛，对，也算是啊，就是希望说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可能多走走啊，去看看，感受一下。对，会啊，怎么样？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最近这几年，就作为歌手啊，你有些什么计划啊？有些什么活动啊？可以讲讲吗？有些什么计划？想做，就是当然还是会想要开演唱会啊。那你说？因为大家一直在问 F4 嘛，对我来讲，我也说了，就是其实我也很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再聚在一起，然后那种在舞台上就是打打闹闹啊那种感觉，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是个真的有机会能够聚在一起做演唱会吧。对，因为很多日本的粉丝呢也很期待，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 F4 又可以重新做回 F4。所以希望大家赶快跟另外三个人多多的要对对对，给他们压力。是，太好了。那么最后呢，请你对日本的这些粉丝啊，他们除了看电影啊、看电视剧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对这些粉丝们简单的讲几句话吗？就是谢谢大家一起来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然后每次来看到大家，尤其像昨天在机场，然后送小礼物给大家，然后看到大家很开心的样子。其实对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我可以在我自己的工作上，不管唱歌或者是表演，就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不一样吧。所以为什么刚刚我说我希望我可以可能少点工作多一点生活，因为我不希望我变成是一个一直在工作，然后到最后我没有养分，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表演做得更好。
所以可能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很辛苦，很久很久才会看到我。那我也觉得我也在努力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然后从我自己的生活里面让言承旭找到更好的表演，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演到很好的作品，让你们觉得可以真正的以我为荣。嗯，然后谢谢大家一直就是那么给我那么多的力量，太好，谢谢。傅芳思小姐，你愿意嫁给李唐先生吗？你愿意一辈子爱他、保护他、安慰他、照顾他，无论健康或是贫穷？二人の恋の行方はいかに？最高の元カレ、お楽しみに。ジェリー・エン主演最新ドラマを日本初放送。ジェリー演じる主人公がとあるファッションショーで元カノと再会、自身の部下として働くことに。一度は別れた二人、果たして過去の恋愛は復活するのか。最高の元カレ、毎週月曜と火曜夜8時放送。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ジェリー・エンです。台湾人気俳優ジェリー・エンオフィシャルファンクラブミルキーウェイ会員募集中。最新情報や会員限定コンテンツなどジェリーの情報満載。詳しくはホームページへ今すぐアクセス。